来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到景福自行车道，然后来跟羚羊怪客一起跑步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自行车道热身，要跑到师大分部去。那羚羊，今天是要跑什么课表吗？今天是要跑 windspring。哦 ，windspring。对，风速跑。啊，是100公尺十趟，中间慢跑100公尺。对对对。而且操场5圈，非常精简。那在这个课表是，你觉得是练到哪一方面呢？其实就是赛前减量，然后因为其实在赛之前已经做过很多的马拉松培训跟专项训练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在另一个转换，刺激一下不同的肌群。对。所以你这一次目标赛是抓打吗？对。这是重点呢。如果我办成的话。和台北马也好，85分整。对对对对，慢跑。所以这次扎打应该是梦幻sub-3吗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会去试试看。对，好，好，我们操场见。好。因为太快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就是很难。我应该不会到那么快、啊。我在做直线，我弯道会慢。好慢。直线先从慢跑。对对对对。跑完了，很快的，感觉如何呢？还不错，至少原本担心左脚，之前跟其他人拉伤，哦，今天跑起来我觉得还蛮顺，没有什么异状，对，算是我把那个轮转练起来了，OK， 我们跑完来到了家乡早餐店，对，景美名店，所以。绵羊常常跑完都会来这边，好好吃一顿早餐呢。对，我会点胡椒饼夹蛋跟无糖豆浆。哦，所以绵羊非常推荐哦。